北京冬季奥瑞营业促使吹开时，高入普次中聆听高未退表摊受气，韩国送加财金，希望中发吹做得为国家争光荣，争取好成绩。北京冬奥营业就会开始诶，台湾选手营业也是很稀释，打等出发，高入普次中将推的体育速速中聆听高，以退表摊受气，老飞起高分，中法奥飞主席将退表摊团长林凤涛。还有退表教练从加赛金五万金元，其他台湾选手变好成绩。已经目前是有四位了，那么取得到这个参赛的一个骑士，那可能要再到1月22号最终的这个决定的这个名单确定之后，我们有两位的男选手目前是属于这个备选那要到1月22号才确定到底有没有这样子进入到这个参赛的一个名次滑雪的部分。那我们这次有男选手、女选手都取得了参赛资格，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上也是今天也是第一次，我们同时有男女的选手都获得参赛资格。我国有下次去参加比赛，包含连亮佳参加轻松溜冰嘅网球team，特别参加射球嘅林炫勇，佢会加30人再个拿到溜雪自己嘅林文义、何冰宇，四妹部分系参赛以来最多嘅一届。当然疫情之下未过成功，体育署出来基本嘅休困补给，各种服装都发下去嘅，防疫就像作战，安全唔防护衣，也要对抗疫情嘅东西，行卡唔会少，我特别有团风心来变好成绩。同时在北京跟国内呢也特别呢来设立呢这个防疫的专责的一个团队那么来协助呢相关防疫的相关的这个事项。北京冬奥营业促使举行开幕式，从头准备体育界为你太天使切腿唔缺席，为连电视界比全台湾嘅观众朋友来做现场直播。对营业促使营业促使意思，就做在欣赏到台湾选手嘅比赛，还有几多冬季运动嘅奖，也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